徐雪芳2020插旗信义区。台湾有很多好东西，可能是在一些旧的区，因为这在地的东西好像在那一区里面比较没有看到，所以正好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个大大的区隔，因为他们从来没做过百货，比较不习惯了。我们当初给他的鼓励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都变成像鼎泰丰一样扬名国企。 TVBS 看板人物每周日56台。